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这一把就来谈一场圣骑的 NGC 吧。决战棋。NGC 的阿塔。第一次版本我先插哦。哇，我们有两个萨满哎，防控就好啦 ，CD 够啊。这边够吗？不够，你要你的那个条完全没了，再过来。读秒那个结束后才能回来哦，不然他会他就算转头了，他还会咬，他还是会咬你的。快点游戏。说好的反恐呢？恐了，到两次了。啊！我完蛋了，我。啊！我天顶。好啊，等等反恐我操。快点联系。不是。起床啦、啊！眼睛工程哦。快点联系！我今天晚上跑一下啊！看谁啊？哦，被吃掉了。小黑要死掉了。那我刚才想到我是圣骑啊，我可以丢你保护，但我没有丢。我想看着你死。啊！那会到。动啦！谁叫你不跑？我跑了，我跑了，刚刚已经被夹。你们想我到哪跑了？啊！有。
是不是我是有这么可怜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死了！我在走。你有消别，我们打掉好了，打掉好了，以防万一。我觉得你的消失应该会死了。
用播，我不用播，我放灯，我放灯。我资格不？哎，结果我死掉了，啊，太痛了。你们风筝一下，你们风筝一下，结果死光。安息吧，亚桑。哎，没有，还有土元素在拼命。我刚想说可以撑到最后一秒把坏死消掉，我刚好就可以那个讨厌，我就可以那个补血了。结果我还撑不到圣疗出来，我来了。哇，这个土元素都比我还硬了，我砍掉好了啦。Okay.
们断骷髅。
徒手伤害。看来中间这一只，我们带着王打吧。第一只 A 王后，再开嗜血，就是那个小怪 A 王后再开嗜血，然后小豪哥被撞死了。对对，不过要先 A 王再开大招。OK。注意脚下。嗜血打掉，好，我会开刀，我会开刀。好，开眼睛。
播，你们先播好自己就好了，不用播，不用播。那加一呢？来来，开讲开讲。好，这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